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我们好长时间没插这个小花瓶的了啊。我看评论里也有朋友说想看看插这个小花瓶的。那今天呢，我找了几个小瓶子啊，咱们把这个小花瓶插一下，给大家看看啊。其实咱们有时候插花上会有很多剩的啊，比如说这种特别短的枝，怎么用法啊？你家里肯定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小瓶儿啊，小小的瓶儿。然后我这块有一只橙色的多头玫瑰啊，咱们就用这个假装是个剩花，咱们试试。特别短的啊，比如咱们插花剩的一些特别短的枝，可以找这种小瓶儿啊。我就刚才插那个小瓶剩的，就特别短这种。其实这感觉也不错啊，可以摆在那个，比如说，茶几上啊，或者比如梳妆台上啊什么的，然后摆一个这东西，我看着我觉得也挺好看的。其实就是一只多头玫瑰，头比较多头玫瑰切了就行。完了，我这还有一个非常古老的花瓶，这花瓶估计得10年20年也差不多了。那会儿特别流行，现在可能不太喜欢这种，咱就是这个插一下。
就最简单的用那个龙胆插的一块，哎，给大家简单的两句话。咱们说这个啊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画纸，基本上就是延续着它这个膏的这个过程，然后这个颜色呢跟这个花瓶呢有点类似，相近就行了。三只龙胆，大概，当然可能是三只比较大的龙胆，做完这样，就可以了，感觉还比较丰满。这个呢，花器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偏中国特色的一个花器，有点中国风格，也可能比较古典吧。然后呢，小丽花呢，基本上也是，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花材啊。完了，加了一些线条，然后让它整体的这个花跟这个花器的配合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种瓶插花器的瓶口地方花稍微多一点，这样的话闪闪能平衡，可以拿这个线条把整个这个空间拉出来就可以了啊。这是一个偏中国式的，这是一个白色的陶瓶啊，感觉可能比较乡村比较古朴那种，不是很现代。所以我为了突出这个瓶儿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配了一些松茸草啊，就是很简单的几只松茸草，高低不同的插出来就可以了。要的就是这个线条啊、乡村啊这种感觉啊。所以说，基本上这个花呢，它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类似于偏乡村的东西啊，像比较田野的感觉啊。这个就很简单了，这个花是根据这个瓶儿走。这个瓶呢是一个圆肚子的花瓶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瓶口的位置也插了一个类似的球，这样的话它上下的形就比较协调了。而且这个瓶呢是咖啡色偏黑色的，颜色比较重，你如果插特别浅的花呢，感觉可能有点飘，所以加了一个红色的这个火龙珠，这样的话呢颜色压得住啊，等于这个瓶主要是为了符合这个瓶形来插的这个形状。完了，颜色基本上和这个花瓶的黑色比较搭啊。这个小瓶啊，大家都看到过了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自己做一些这东西，比如买一盏多头玫瑰啊，或者加一些小雏菊之类的，做几个这种小瓶也可以，家里随便几个地方摆一摆也挺好看。另外呢，也可以作为打扫剩花用的，就是说咱们插花剩那些短的呀什么的，都可以插这种小瓶里，其实看上去也不错。挺好看的啊，可以做一个家庭的小装饰。这时候看着掉了一个白瓶啊，所以把白瓶就拿来了。因为是白瓶吧，所以说我想一白到底哈，所以插了几只这种现在应该说比较流行的这种洋甘菊吧。洋甘菊的感觉比较轻盈啊，比较活跃，感觉小清新的感觉很重，我觉得跟这个瓶很搭。所以洋甘菊选择完全是根据这个瓶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体感更好一点吧。好，今天呢大概就这么多哈。完了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是今天给大家用的这种小口花瓶做的几个插花，希望大家喜欢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